做的我们班的放学方式统计表，然后是可以统计我们班的人都是用什么方式放学的，希望可以多一点人可以走后门，因为走大门口的人太多了，容易造成那个交通堵塞。你看，那我干嘛同学样子很烂啊，就是那个学回家没烦恼，学校一校不用紧，家长接送可以。我就是要参加全球创意行动活动挑战，准备毕业。有的没的，说自己开 B 4开 BMW 来上学。